卖场草莓区人潮都往这里来，因为动作慢一点，草莓就会被抢购一空。几乎都是买草莓，这草莓会这么夯，除了来自苗栗大湖，分量也很够，一公斤约58颗，卖399元，网友疯传 CP 值高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打开草莓，立刻飘出阵阵香气，每一颗颜色都很漂亮。台湾草莓一公斤400元有找，相较于日本540公克，要价899元，价格差很多。枣子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啊，它的枣子特别不一样，因为它是进口的，它整体的出来的，它看起来是很不错的。而民众推荐的美式卖场水果，还有美式香吉士黄柠檬，原价329元，特价249块钱，2.2公斤，比之前省80元。另外牛奶蜜枣也特价，原价339元，特价299块钱，2.4公斤，少40块。澳洲樱桃也从1499元降到1399元，便宜100元，数量都不多，就算是平常上班日，也有人找空档来抢货。三新闻主播张佩雅新北市报道。